山咧都系其中一个嘅宠物公园，不过佢其实一早已经系啊，一直都系嘅。山顶花园一直都系宠物公园嚟嘅，就唔系新家嘅。不过好值得，好值得推介，因为山顶呢、这个地方咧系非常之宠物友好啦。咁上面唔少嘅餐厅都系带狗仔嘅，已知咧有三间。咁睇下今日会唔会发掘到一啲新嘅餐厅都系可以带狗仔。到山顶广场啦！呢间意大利餐厅都系带狗仔噶。呢间意大利餐厅嘅室外环境都唔错。劲大块嘅披萨，同劲细兜嘅肉酱千层。哇！熟路披萨啊，好正啊个样。开头以为咧，山顶新增嘅公园系呢个柯士甸山游乐场，但系唔系咯，呢个公园都仲系唔俾嘅。不过呢度好似做紧维修。搭 lift 上三楼观景台。